第二十五届 HBL 总决赛三月七三，伫个新庄体育馆展开。市长赖清德亲自北上为球队加油打气。赖市长表示，台南市对学生的运动非常的支持。虽然南部资源不足，但是非常感谢学校的老师以及教练的付出，帮助囡仔成长。相信这个囡仔未来甲人生的道路上，拢会得到真好的启发。HBL 总冠军赛首先登场的是高中女篮冠军赛，第一节开赛，戴怡婷带领英林高中先持得点，英林高中第一节三分球发挥，连续三粒三分球，带予富江高中未少压力。陈维安伫个开赛攻守俱佳，表现出伊个篮板能力。离比赛结束前个一分半钟，永宁高中将比数扭开到赢十六分，将场永宁高中以75-56得到 HBL 高中女篮总冠军。接续登场的是 HBL 高中男篮总冠军赛，由新营高中对决仁人加商。新营高中虽然中场以55-70落败，无缘总冠军，但是台南市今年大丰收，团体的成绩以及个人的成绩得到真侪奖项，会使讲是大赢家。今天我们永仁女子高中球篮球队是压倒性的胜利啊！那新农高中男子篮球是虽败犹荣。非常杰出的表现，我看得非常感动哈。台南市呢以这些孩子的表现为荣，也非常感激学校的校长、教练、老师全心全力的投入啊，让这些孩子成长。我想这些孩子未来哈不仅仅在球场上得到很好的启发，未来他人生的道路上面也会有很好的帮助。我非常感谢他们。永宁高中女篮队以及新营高中男篮队分别得到高女篮第一名以及高男篮第二名。市长赖清德亲自到场颁奖60,000元以及30,000元的奖金，给永宁高中和新营高中。赖市长讲，永宁高中会使讲是压倒性的胜利，得到女篮总冠军。新营高中虽然不幸落败，但是因伫个资源不足以及成军无偌久的情况之下，会当得到第二名的成绩，已经是非常的无简单。谢谢
永宁高中以及新营高中不但伫个团体成绩方面得到奖项，个人的奖项嘛得到袂少。永宁高中的黄罗珍得到新人号以及助攻号，陈伟安得到年度的 MVP。李清亚得到学术球队奖，新人高中方面，杜思翰得到新人王，潘金章甲永宁高中的李清亚同款得到学术球队奖。